嗨，大家好，我是 Sarah， 我现在刚起床，就是很 random 的，突然想说可以开始来录我的 daily life。好，那现在跟我一起 get ready。我的最爱从，出头就是无印良品。其实我会开始使用无印良品的保养品，是因为我姐姐有一天我姐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在那个信义区遇到那个 Alice， 然后她跟我说最好的保养方式就是最简单的保养。通常像今天是比较冷，然后美国很干，所以我就会用比较多层。像我回台湾的话，我通常就只会用化妆水跟这个乳液，就不会脸上出油太夸张。去上班。这几天 LA 好冷，大概都只有8度，早上跟晚上，然后中午大概会到13度左右，但是还是因为非常 windy， 就风很大，所以天哪！可我现在上的是脸部防晒。我现在上班的乳液都是 Fenty Beauty， 我还蛮喜欢他们的粉底，因为我觉得他们遮瑕度够，但是又不会太厚，就刚刚好。然后我的遮瑕膏是 NARS。通常其实就是我以前其实不太习惯用这种遮瑕，因为我没有黑眼圈的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年纪了，就觉得没有用，好像看起来眼睛看起来很无神。然后画眉毛的这个是眉毛胶，是 light brown 的 Kvon， 里面就是像这样。我上班的地方大概开车要35分钟，因为要经过 downtown， 那我就住在 LA 的Studio City， 其实算是 Hollywood Hills， 也就是在 Hollywood Sign 的那个山后面，这个地方叫做 Hollywood Hills。 那刚好那座山的后面就是环球影城，也就是 Universal Studio 的地段，就是我家。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在 East Downtown， 所以差不多如果没有塞车的话是20分钟，可是你知道只要要经过当场那一定会塞车，它就有点像是如果你在台北，你从淡水要到台北车站那边就是有一大段承德路，还有哪里那个叫什么提顶大，不是提美嘛，忘记了呀，反正就是那一条一定会塞。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淡水念书，然后要去上班，我在士林上班，每天都要开车，那一条真的是周美 There you go， 对，周美那一条一定塞。然后尤其是下班，从那个士林
回去淡水。天哪。OK， 我现在完成了我的 eyebrow， 然后我的底妆，现在我要来打底。我很喜欢这个，我已经用了超多盘，因为它有六个颜色，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选择，就是你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啊？太重，这就是没办法分心的下场。OK。它有六个颜色，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修容效果。 OK， 现在要把它修正。通常其实我修正我就是用我刚刚用的这个打粉底的 Beauty Blender 去把它就是打散，这样就好了，它就不会感觉这么夸张。OK， 然后我也打一点在眼下跟 highlight 白色，这个我会再加强一下，让它去看起来均匀一点。我的眼影，我这次回去台湾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盘还蛮好用的。那这一盘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 classic， 就是非常非常大地色。我通常就用白色打底，打整个眼。然后我中间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会再用中间这个打亮，就让我的眼睛稍微亮一点。这是我上班妆，所以我就不会再打深，就是我不会再用深色咖啡了，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太多。然后把刚刚这个白色的粉还有，我就会把它打散。OK， 把下面稍微补一下。因为我当时在台湾的时候，哦，我的眼影掉了，然后我必须要当地取材，你知道，我就跑去买，我又不敢乱用。我就想说，哦，反正我去全市看，然后看到这个颜色很漂亮，我就买。想说反正也没有很贵，如果真的不好用就算了。哎，结果蛮好用的哦，你看这个颜色很自然，我很喜欢，就是上班超适合。今天是用巧克力咖啡色这个眼线笔，因为它很 smooth， 就你画起来这样，它颜色很显色。这瞬间变大眼。OK， 通常我上班妆就是这样，喷喷。OK， 现在来整理一下我的头发。你喜欢我的上班妆 ？OK， 我现在准备好了要出门。
准备要去上班。Happy Monday! Yay!今天下班要去 workout， 所以直接穿了 workout outfit。Okay, let's go. Time to work. 嗯，好啦 ，be good, okay? Love you.LA 真的超级累的，现在我们本来要去 workout 的，可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LA Fitness 今天好像断水断电，所以我们就回来了。那 Sharon 现在带着 Lola 出去跑，然后我准备要来做晚饭。星期五，好快哦，一个礼拜就这样过了。准备去上班，今天真的一定要去 workout。然后，看一下可爱的 Lola。You okay, Lola？ 梦梦梦 ，She's sad。Okay， 准备我的咖啡。这礼拜真的很忙，工作很忙以外，我最近就是都在忙做我的功夫茶，然后做了还不少，之后会跟大家有一个比较安静坐下来的环境做一个功夫茶的影片。OK， 这是我的 Korean barbecue leftover， 还有我的 overnight oatmeal。准备好了，然后我现在要来做的咖啡。你们看我维他命有多少？超多维他命，维他命 B， 益生菌，然后还有什么？铁，维他命 D，Zinc， 反正很多。我自己有时候都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吃什么，但是连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那都是对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My favorite oat milk， 好喝。有时候我会去买那种，可以微波的那种锅巴，这样一小包一小包那种。然后我就放在咖啡里面微波，然后再加 oat milk 燕麦奶，好喝。我甚至觉得比很多饮料店所要饮的真奶好喝很多。然后因为我不喜欢喝糖，所以虽然我非常有珍珠奶茶上瘾症，但是我喜欢比较健康的饮品，所以我就会直接加 oat milk， 然后就这样喝一整杯。Okay, let's go to work.Thank you.
Oh, you okay there? Oh, why? Oh, no, it's our neighbor. Okay, you gotta calm down. 他最近情绪也是很敏感，我觉得可能。